BB 未出世，准父母已经有咁多嘢要烦，但系放心，登记生保储存计划一啲都唔复杂，仲可以带俾你一个守护全家嘅超级英雄添。磁带血，讲出嚟啦！磁带血系一啲留喺宝宝磁带同胎盘里边嘅血，入面有丰富嘅干细胞，可以分化成红血球、白血球、血小板同免疫系统细胞。由于佢哋系嚟自宝宝本身，所以容易攞到，而且自己用嘅话仲唔会有排斥反应。佢哋嘅超强再生力可以治疗多达113种疾病，例如免疫系统不全、代谢异常疾病、神经母细胞癌、地中海贫血、白血病、淋巴瘤、范克尼氏贫血。临床研究仲包括自闭症、脑麻痹、失聪、中风、糖尿病、多发性硬化、关节炎、鸟龟修复、脑部受损、红斑狼疮等等。未讲完。仲有另一种由磁带抽取出嚟嘅干细胞，能够分化成多种组织细胞，喺器官修复同再生医学上发挥佢哋嘅超级潜能。目前已经有超过600种临床研究，使用呢一种干细胞治疗老化同慢性疾病，例如帕金逊症、中风同脊髓损伤等。多谢干细胞守护我哋。想拥有专属的超级英雄，你首先需要生保盒。医生会剪断了磁带之后，再收集磁带血和磁带，整个过程绝对安全，宝宝和妈妈都不会感觉到任何东西。致电我们会派出专员来收取生保盒。生保不单止使用最先进的 AXP 全自动细胞处理系统来采集更多干细胞，更加是全港唯一使用 BioArchive 系统的私营磁带血库。因为只有将干细胞放在液态氮入面，才可以以最佳和稳定温度长期保持它们的质素。有 BioArchive 的独特技术去照顾一班超级英雄，咁干细胞移植手术嘅成功率就会比用传统方法高出10%。你嘅超级英雄随时候命，万一有咩事，一解冻就可以即刻使用，宝宝用、兄弟姐妹用，甚至你自己都可以用。当然最好就系唔使用啦，一份又万用又天然嘅一生保障。就是送给宝宝最佳的出世礼物。与此同时，在第二个血库的气态氮传统储存槽入面。